是 Ruby 莫雨彤，今年29岁。我已经是结了婚，有两个小朋友噶啦。而家咧就系香港殡仪学会嘅创办人。我十年后的梦想就是希望有很多的朋友能够排除了大家对殡仪这两个字那个负面的感觉，可以很主动地去策划自己的身后事，其实就等同我们现在后生的一辈怎样去帮自己去 plan 自己的婚礼一模一样。24号那里我们会去歌连神阁的。我现在工作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的样子比较小，殡仪行业本身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大家会觉得年纪越大或者年资越深的人，他们的信心才会越足够。如果预先策划了身后事，是可以避免到很多不必要的遗憾的。这一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的，就是先人没有交低了他自己的遗愿，而令到整个丧礼变得有争执，整件事是不是老人家的意愿呢？而个家人就会因为这件事而四分五裂。咁喺香港本身生命教育呢一样嘢唔系咁普及，亦都唔系咁多人接触，所以咧我而家做紧嘅嘢就系希望可以揾到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去推广呢一个使命。为咗我实践呢个梦想咧，我而家主动去联络一啲嘅学校啦，一啲嘅组织，我哋去做一个生命教育嘅推广。好希望有各界嘅朋友，佢哋可以了解咗呢啲嘅殡仪嘅资讯啦，咁从而真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喺佢哋嘅人生最后一程，可以好有尊严，同埋可以系佢哋自己嘅选择去离开。咁呢个我希望真系可以做得到嘅。